排的歌。我说不是啊，是因为我直播的早，应该嗨一点，然后12点以后我就会安静一点。欢迎伶仃洋里探伶仃。欢迎波仔。谢谢帮我点赞的人，谢谢曼巴。什么？他敢说俺兄弟你和轩姐就，不是，曼巴，咱们好好说话啊，好好说话。冷静一下，真的冷静一下啊。我快歌听不了几首，我就要换慢歌了。我耳环太好看了，去买吧。日版，这怎么写日版？看到，应该是吧？对，原产国日本。你今天播的早，对，我今天播的早，你们已经习惯我12点以后播了是吧？
每晚以后要被种草了。嗯，我以后吃到什么好吃的，喝到什么好喝的，都推荐给你们。这个饮料死贵，贵吗？我是买了一小箱，一共是6个还是8个？男女，你不要误导别人，好吧？欢迎 BURY，看地方吧，高档超市不便宜。我就是抖音里买的呀，抖音买的。低俗小说呢？不知道。一般十几，我是花多少钱买的一箱？我忘了，99，好像是99吧。干什么呀？没有吃的，没有吃的了，好吗？对，你们可以加加灯牌，欢迎波仔，你波仔你来回的，是不是要给你个掌声？我好像关注过你微博，你这英文名怎么读啊？Barry，不，关注过我微博，真的吗？你是不是？你确定是我吗？你的网卡没有流量，你在外面是吧？在家躺着没用流量吗？要，咱家里没有无 WiFi 吗？你说一下我微博名字，我看你关注的对不对？刚才发现没有连，好样的。咱就是流量多。咱就是啊，不差那个流量。9.9抖音流量，还有这个吗？免费看吗？谢谢 SYT 送的小心心，太贵了。你们男生给那个女主播刷礼物就不贵，然后自己用点流量嫌贵。皮，
但是还要给女主播刷嘉年华的那种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一坐这儿，我家狗就非常激动，因为我总吃，总在这吃东西，它就很激动。没有听到它叫吗？它的牙都快没了。吃饭可以不吃菜。省钱必须谈恋爱，哎呦我，夏天儿，你有前途，你有发展。要不要给你弄点单冰口粮？不用，让波仔在抖音花钱，他愿意。上小黄车里自己选，都可以吃。昨天推荐你那些东西，波仔都支持我买了。谢谢夏天的比心。
我发福袋吧。你好，低俗小说，刚刚还有人问你去哪儿。谢谢 Spring 送我到你真好看。还忙着搬砖，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每天晚上半夜搬砖，谁那么关心我？我刚刚谁问的来着？忘了。哎我，Hello，Hello，亲爱的 ，Hello， 我们去找人打个私人 PK 怎么样？你是有条件吗？我欢迎，应该是有条件。那行，我拉你拉还是我拉？你拉吧，我都不知道拉谁，我比人比较少。我也今天人很少，昨天给我提醒了。为啥呀？说我这个。就是说的比较不正能量的话，就是粉丝。你还能说出啥不正能量的话？嗨，杨姐。Hello。Hello。我们又来了。哎，嗨。我朋友带着条件来了。啊？又见面了。我说是仿佛有条件了。我邀请个菲菲。走到一路上，我好，谢谢。我邀请个菲菲，但是我们咱们就是说没啥条件。阿妞，阿妞。菲姐，这是我一个朋友，你可以关注一下，以后一起玩。他是条件有时候这几个都是关注。王者喵和那个菲菲是我生活中的朋友，对对对。菲姐，我关注。我今天开的是小号，可以先关一下。你们家晨晨去了吗？没，我没跟他说呢，找我呢是吗？对，他说张雨霏呢，飘萍说的。我说等会儿我喊他，你把你那个小号推荐给他呗。行，分享给他。我们玩啥？顺哥大意了，我们玩。我说你来找你媳妇来了，都可以。你们说玩啥，我都行，你们定。肯，优路有条件，那你说吧。我们就一会儿再说吧，一二三四呗。行，我是说一二三四那就先打是吧？先打 PK， 然后最后说。对，行好，一、okay, 二三四，嗯， okay. 好，闭麦。啊哈！我好喜欢这首歌，真的。这又闭麦了。啊，那就是我们俩聊呗，又是我们俩聊。哎呀，每次都是闭麦的时候咱俩聊。你平常很少打 PK 是不是？我也是，我也就跟这几个人。不是，因为我现在是觉得我应该多出去打一点 PK， 不然我一个人在直播间里面也无聊。对呀、啊，尤其。其实有没有条件都应该打，对，嗯，我就是那种就是哎呀反正就出来玩嘛，有条件就上，没条件就算了呗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比如说看见你们在的时候，我跟你们一起还能聊一下天，因为出去跟别人打的话对就很无聊，就是这种一来就闭麦，然后我跟你一模一样的，我一点都不会拉票，不知道咋我也不会。哎呀你这不用拉，感谢奋斗者，感谢就行了，不用拉票。托你的福，你这个就是瞬间扬眉吐气，就仿佛感觉悄悄的感觉，应该是有点实力。就是你连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有底气。因为我昨天就想跟你说，不是那天我们连的时候，我还专门跟你说了一下，我说我可能没有票哦。这样打不出来就也真的是我是真没有条件了。你每次你都说没有条件，然后条件就自然来了，每次都有那种惊喜。那我的惊喜在哪里啊？我现在需要点惊喜了，我有没有惊喜？上次我们不是一起打的时候，惊喜就马上就来了，惊喜。今天的惊喜来的稍晚一些。我还在跟他们说，他们说我设的这个心愿单设的那个什么额太大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这个设这个心愿单哈、啊，我说是那好像公司人帮我设置的嘛、嗯。然后完了之后，我就说他们对我有一个美好的愿望，我说如果成真的就是愿望，如果没成真就叫痴心妄想。反正咱们朝这个东西去
够一够嘛，因为他们对我还是有一个美好的愿望，我觉得希望我能行。哎呦我的天，你肯定行，你要给你自己那个信心。 YOLO 是唱歌特别特别好听，但是他总是觉得哎刚播然后直播间人少他就没有信心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是对自己的信心是每天就是也不是每天，就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，一会儿有一会儿又没有。感谢这是谁送我的亲吻，我要是你真的我老有信心了。我是啥感谢刘星送我的亲吻，不是主要是我是属于那种你看我经常还是出去连麦这种嘛，然后都是去那种大主播那种直播间、就连回来之后还是没有人愿意来看，就是你懂那种感觉吗？就不是没有给你一个平台去展示，展示中就没有人喜欢你，就会让我觉得很挫败。不是没有人喜欢你，他们是喜欢那种已经在大主播那个环境下了，你知道吗？直播下的那种氛围。对，然后他在你这儿待着，他觉得哎听歌也没什么意思，那边又能怎样怎样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有那个氛围在，他肯定就感谢马克的灯牌啊，关注一下。对，就哎。反正你说关注了吧，反正就是，反正我直播间里面是哪几个人，就到现在为止一个多月还是那几个人。谢谢夏天，谢谢夏天。就感觉就是，哎，真的挺死亡的，有的时候还。那你要感谢还有那么几个人。对，我真的是在感谢他们。如果没有他们的话，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坚持了。我说句实话。是啊。就是如果他没有他们的话，就等于公屏一个人都没有。哎，你能不能理解那种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是什么？是什么感觉？我理解，我也有过那个都不说话的那种状况，但是有人，但是就不说话。嗯，我经常遇到这种。然后就是今天不是有个官方的那种轮麦活动吗？然后就去了之后，然后直播间里面到最后可能剩了八十几个人嘛，就看反正稳定在七八十个人这个样子的。但是还是没有几个人，没有几个人，反正说话吧。感谢奋斗者，慢慢来。你看你的奋斗者，感谢奋斗者。我要惨死了，我是最惨的。还有二十秒，同志们，就没有惊喜了。我今天是你的惊喜在哪里？我在帮你喊你的惊喜。我的你的惊喜是最容易来的。不不不，我的惊喜确实是可能。哇！感谢奋斗者，谢谢低俗小说的点个心。这不就打起来了吗？这不叫耶、哎呀哎呀哎呀，一二打三四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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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感谢我感谢感谢感谢，我服了耶、来了来了来了，他来了、他谢谢啊，谢谢低俗小说青色，还有曼巴，感谢奋斗者，微风拂面，还有空马，还有团团的什么圆圆，我开麦吗？开麦，这条件都是不是有些名字很难念。王者喵，你是不是直播间的人都不认识？谁？那个直播间给你送礼物的人，你是不是都不认识呀？送我礼物的人有那个什么，青色，都不认识呗，反正就是抠嘛，团团的圆圆，感觉。咱管理微风拂面，王者喵，你知道你为什么四百票吗？啥？因为你都不认识他们呀！啊，对呀、啊，是这么个道理。但是我觉得不认识刷礼物的人是个惊喜，这样子就是出来的是惊喜。是不是对，这是我惊，这是就多一个人，多一个给刷礼物的人。我没给人开麦呢。你说的没错，说的是这个么个道理。我们这刷礼物的人还说咱管礼物都不好看，那你觉得啥好看？还挑礼物罚啥？罚啥？我也不知道罚啥，就是出来跟你们聊聊天，交交朋友嘛。哎，毕竟是个新主播，啥也不会。我和银雪是不是？是呢。罚点，轻点罚就行呗。轻点罚。你我真不知道罚啥。你罚我，然后非江雨芬，你罚我吧。我罚雪雪吗？嗯。你这么美，你想干啥？跳个舞吧。跳不了一点，跳不了一点。今天这个衣服一跳一起来，他就看不了肩膀了，就是说，看不了肩膀。他一起来一跳，他就这样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你怎么准备的这个衣服？他这个容易就是都到脑袋上。
对，这个衣服就只能坐着，今天跳不了。那就坐着，他这个四件套三幺八零挑一个吧。对，就不能抬手。你看我老乡说的贼毛没毛病。就是四件套撒娇八连挑一个好吗？好呀好呀，那就是三嗯。边撒娇边四件套。嗯嗯，做不了。你自己挑一个吧，你挑个你四件套是什么意思啊？学习学习。学习，我也其实学习百度里。我知道那个什么。那我想问一下江雨飞，我做完了之后有没有那个医药费呀？感谢。看哥哥心情，哥哥好着呢，笑笑哥。顺哥你俩安排一下。安排一下安排一下嘛，就是说。安排。等会儿啊，姐姐是我的好姐们儿，展示。我那个展示一下、哦。谁把它放大，谁把它。谁把我放大一下呗。咋放啊，我也不会放。谁连的我呀？我呀。那你放一下吧。感谢奋斗者，感谢奋斗者。怎么放、啊、点他的脸，然后把血全员放大。但是。没有、啊、Yolo 好像是电脑播，可能哎，我是电脑，我放不大的，但是哦，那就这样子吧，那就是说放不大，就是因为我是电脑的，所有人都放不大呀，对，嗯，哦，我这么大行不行？行，没有眼睛，可以，可以，你可以这么大，有点太大了是吗？够大，收过来吧，嗯，还有音乐啊。谢谢笑笑。急救包是啥意思？谢谢丹尼尔。怎么没有声音了？我的妈呀！怎么歌没了？感谢奋斗者，我的天，这是在干嘛？你雪在干嘛？顺哥，快帮我去送个医药费去给雪雪。他在甩头，我没看到。我在做惩罚呀。不是这个惩罚是在干嘛？是什么惩罚呀？这是撒娇八连，这叫四件套，四件套，欢迎顺小。我就说撒娇不是啊，撒娇是说话。那是撒娇八连，这是四件套两码事儿。这是四件套哦，就是这叫这个叫四件套。谢谢笑笑哥哥的保时捷。四件套是各种摆那个性感。四件套有规定，四件套是什么动作吗？四件套是撩头发啊，撩摸锁骨、哦，摸锁骨，咬嘴唇，咬嘴唇，还有眨眼睛、哦、然后在这个音乐中没有刚刚做四遍。谢谢顺，你的谢谢飞家的嘴唇，谢谢飞家的大哥。如果换成我做的话，就有点像在抹脖子。就做一个，杀了他，做一个，你看，就这样杀了他。你是这样的是吧？对，应该你这样，让我一这样，我就感觉就是杀。你可以不这样，你可以这样啊，你也可以这样啊。学姐，你也不行，哎呀，不行，我自己都觉得好笑。学姐，你有条件的时候，你打打他，然后让他给你做一下。哇，我做出来确实是对别人的惩罚。歪漏，歪漏 ，Yolo Yolo， 你在干什么？歪漏，可能你刚刚这个动作做的我们家这个大哥可能太激动了。Yolo 都一万二了，激动怎么没有？关键是怎么没有上到？刚刚那个动作是在撒娇，我觉得好好笑。Yolo 你好，那个 Yolo 小姐姐你好，请问一下我有没有医药费呀、啊？就是说，哎，问你有没有医药费呀、啊，奋斗者？欢迎博士刘旭，我控制不住他。哦，是你直播间，不是你生活中的朋友是吧？不，这个不是我生活中的朋友。哦，那算了，之前那些是我生活中的朋友，这个我控制不住他。没事，算了，开玩笑。是什么者？我们是不是该罚王者喵了？就是说，嗯，是王者喵，你撒娇八连吧。哎，我真不会呀、啊哎，这个。那不行，谁会呀、啊？我也不会，谁不会倒会学呀。
但是那个要说还要卡节奏什么的，不好说。咱们哦，有你也，那你也做做那个四件套吧，我觉得你做应该很好看。掌声鼓励！妈呀，我的妈呀，这是自己挖坑吗？气在，气在！福利局，我真的是鼓起勇气提出了这个要求，我就气在气在，我没有那个音乐。我给你放，我有，我们都有。那银雪帮你放一下，银雪。我天哪！我跟你说，我看你们这些什么四件套、八件套的，我下去得真的练一下，练一宿。真的得练练。我练一宿，明天好歹给你做一条。我尤老，昨天我去你直播间给你送了礼物，你居然都没谢谢我，连看都不看一眼。你知道这事吗？我不是我那是录播，他那个是录播，我还在那说在你怎么这么晚，然后还刷了一个飞机，然后他说他一直拿手机这样，我后来发现原来是假的，我是早上6点钟的时候才看见，怪不得。然后我就跟苗苗说了一下，我说哎，我说因为我就傻了一眼看见他了。我就跟他说了一下，我说那是我的录播，我说不好意思。我也给你刷礼物了。我没看见，我只就看见了喵喵的名字，然后我就把电脑关了，因为我看见的时候已经就是想关电脑的时候，我说 OK 看见喵喵了。那喵姐来吧，喵姐。咋整？你什么来着？搂头发。搂头发。搂撩头发。撩头发。撩头发，然后干嘛来着？摸锁骨，眨眼睛，眨眼睛。咬嘴唇，咬嘴唇也行。哎呦我的天！这是进行到哪一步了？这是，其实你做应该很好看的啊，摸锁骨，哎，对对对，好看好看的，眨眼睛啊，好看的啊，好看，三遍要连起来，你那个是学习，三遍，我靠。你把他脸都整红了，我看他脸都红了，紧张坏了。喵加油，喵加油。3遍，最后一遍。喵姐，这首歌、啊、好美哦，这首歌已经过去了1分钟了。你看他的脸，给他整张脸都整雀红雀红的，额头都红了，额头都红了，我的天老爷。证明了一点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证明了一点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嗯，因为喵姐从来不会输。啊，不是，是你们没受过这种惩罚。是你们像我天天输的人，就做就做习惯了，像他从来不会输。所以是你们以前照顾我，没想到今天下去的时候，我好歹我练一下啊，我下次穿的好看一点出来跟你们玩。你得把锁骨露出来啊！你别老穿睡衣行吗？我至少得有锁骨啊！你能不能收拾收拾？你可以摸脖子，不是你一看我这戴发箍就是完全不想收拾。他摸脖子就像抹脖一样，对，就这样。Feel this man， 关键人家也不输啊。他肯定对啊，人家有条件呀，主要是我们得想法什么时候能把他打败，然后让他彻底彻一下。好久不见，12点了吗？哇，好快哦，12点了。嗯，行吧，好了，那我们就撤了。好的，拜拜，亲爱的们，拜拜，谢谢飞家的哥哥，拜拜，拜拜，嗯嗯，耶，张爪爪你来了，哎。
对，过了十。发群里好吗？我受不了，那一幕能不能不要给我录屏啊？你是战术性休息一下，我刚刚被人罚了一个撒娇，啊，不对，那叫什么？四件套是吧？吓死我了，老好看了，妈呀！我谢谢你，欢迎这个友。啥四件套？就是撩头发、摸锁骨、咬嘴唇、加眨眼睛。我真是今天学到了。哇！我又给你们连了一个美女，
我们可以玩开合跳吗？开合跳。对。我穿睡裤呢，不太。我也是睡裤啊。开合跳。我也睡裤。现在都玩的这么。没有关系啦，我穿睡裤也跳啦。你有条件吗？因为我没啥条件。我没有条件，我就九个人。跳几个呀？30吧。啥？不是都是30吗？30个开合跳。对呀、啊，不是？难道你的惩罚不是？我们都是30起步啊。那我倒是没有被这么罚过。那肯定你一直都赢啊，你都3连胜啊。我哪有3连胜，我上把刚输啊。这显示到3连胜啊。没有，我上把刚输，它应该是显示错了、啊、嗯。还带这样的啊、嗯、我就一把没有赢过。一晚上。欢迎弘毅，我们要不少点吧。嗯，那就28。20吧。好的，你说了算。20个开合跳是吧？对。行。我家欧巴说的，我可以3连输。我也是3连输。但你这真的显示3连胜。那可能他是分组，可能是弄错了吧。4个人，我是4个人的。哦。那过程就顶东西吧。就谁票少谁顶东西是吧？行，对，嗯，闭麦啊！看看我天天给你们发福利券，我这个接的很失败，开合跳我真的是。你的感觉很对，就是你们想让我开合跳是吧？哎呦我的天啊，吓我一跳，我顶了太东西。
谢谢曼巴，谢谢阿巴阿巴，让你运动运动不好吗？哎呦我的妈，运动可以啊，他这深蹲也好，他让我跳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被罚完四件套，然后现在让我跳20个开合跳，这双重打击。谢谢东小传媒，谢谢6324。谢谢呆萌，太感谢了。哎，谢谢你的抖音一号，谢谢。哎呦，这我放心了，谢谢你救我。谢谢波仔，谢谢波仔，谢谢。放一首，不惹了，搞不赢50000。你打得住谁？还好我说了个二十。就是他都有好几个人上了。这得两个嘉年华才可以。哎，我没有点开声音，我开始跳了。还好你只要20个，对，我没有让你30个，因为我怕我输。哎，真是伤心啊！所以我还是回国内比较好，不要待新加坡。哦，你在新加坡是吗？哦，对，我在新加坡留学。哦哦，我是开合跳。对，是你，我也穿的睡裤。为什么要把开合跳？我觉得开合跳特傻。因为我是想让你跳。怎么何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你说，因为上一把我跳了，这一把你又跳了，想让你跳。结果没想到你这么多欧巴。我以为我会跳，因为他们都说让我运动运动挺好的。背对着你们，哎呀我管他了，反正你们也看也看了开合跳。那我走了，好的，拜拜拜拜 see you。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，真的是。谢谢呆萌，谢谢那个波仔，你俩真的，我以为就要眼睁睁的看我跳。上一把我那个四件套做的，我都要我脸跟猴屁股一样，也没有人管我。哎，他想，对，他其实想让我跳的。没见过你运动，我怎么没运动啊？深蹲啊，我也没少蹲，我没少蹲。平时玩的文静，因为平时他们可能没有舍得太罚我，今天舍得了。
想让你运动一下，我自己会运动的。你要想让我运动呢，你可以我回自己直播间，你想让我跳是吧？那我给你开合跳。我会自己运动啊，怎么手不听使唤呢？咋的了？帕金森？很早就关注我了，谢谢关注。紧张？我紧张吗？他紧张，他手不好使。Demo， 你怎么不说话呀？Demo 只听歌，你要听啥歌吗？谢谢你的粉丝灯牌。失踪人回归，我没有失踪啊，一直都在。不理我还去没看到。点错了，波仔，你点错什么？本来想点个小星星，结果点成了一个嘉年华，是吗？之前记得你和哪个明星是同学？我没有明星同学，明星？你说我有个主持人同学。嗯，也算是很知名的主持人。嗯，非常优秀的主持人。叫不上来名字，郭伟嘛，郭伟是吧？谢谢爬山虎的大啤酒。你最近健身没？我最近还真没有，我最近准备要去外地了。嗯，我要去打工了，同志们。对，我要去打工小一个月吧。可以当平面模特，我当不了平面模特，我没有美颜呀，我得有美颜才行。我不去青岛，去外地继续晚睡晚起。我不能晚睡晚起了，我要早睡。你问你喵姐下楼没健身，太遥远了。下楼没赢了，我是很宅，但是我是会去健身的。性格还这么好大气，我性格有时候也挺不太好的，就是也有自己那个不好的时候。大部分还行吧，你别骂我，我也不会骂你，就这样。干啥去一个月？我要去拍戏。哪儿？我要去横店。楼下算一天最大的运动量。我觉得对我来说，如果说我一天宅在家里的话，我最大的运动量是洗澡，我可以洗一个小时也没问题。啊，
至于他。够费水的。玩水玩一个点儿。去了还能播吗？看时间吧，看时间。我如果要是比较闲的时候就可以，但是如果要是太累的话我就没空播。应该没问题。但如果说我直播然后还又让我四件套，我还那边拍着戏，我还不如不播，太惨了。你怎么那么神秘啊？什么影视剧啊？我也不知道呢，我想想名，我不知道名字呢，叫啥？最终，我去跑个龙套而已，所以你们不需要知道是什么。今天爱人还未出现，一切好像还没改变。搓澡都能搓一个点，我不是搓澡好吗？我，哎呀，这个洗澡的过程就不用跟你们说了，反正就是我很木。他要睡觉了，好吧，那你早点休息，戴梦。我没猜错的话，他应该喝大了。嗯，他是现实中我的朋友啊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好好休息。人不狠，地位不稳，赢了。哎呀，我真的服了你们。我估计那个我这个朋友应该是看到我在上一把的四件套了，觉得我太尬。我不想那些随手撕下这一页。横店是不是在浙江啊？对，四件套就是撩头发，我现在已经会了，下次让我再罚的时候我就已经轻车熟路了，我就不会那么不好意思了，所以还是要突破自己，既然直播对吧，罚什么撒娇八连我也得罚。
四件套就是撩头发、摸锁骨、咬嘴唇、眨眼睛。不过还是学姐做的好，还是真实。听点儿，越花了，没有我，你以为我想被罚吗？我记得你说你在北京，好像是长春老家队。你的戏叫啥？播的完，什么？播的全看完能看到你镜头不？这个戏播完估计能有我两秒钟的镜头，但是我要拍一个月。你说我们做演员辛不辛苦？他不会说戏名，因为我现在真不知道，真不知道叫啥，他最终也没有定下来。导演说这多少钱？对，你说好不容易有十分钟的戏，导演说给你剪掉八分钟。播出来的时候就剩了两秒钟。这种事儿都很正常。我暂时没有睡了。今天还算早吧。苗苗古装好看不？我觉得我古装，我也没拍过，我就拍过两次古装戏。古装我觉得我没有现代装好看。我长得不是很古典，是不是？欢迎哥。出国旅游过吗？当然出国旅游过呀。今年没有，今年没有。我也想去泰国。今年有机会应该去吧，应该会去吧。欢迎男女。现在常驻大哥就是波仔和那男弟哦，你说那个，史蒂芬是吧？史蒂芬也不常驻，只有波仔，波仔还偶尔卡，波仔偶尔信号不好，流量没有了，我这没有常驻了。常驻就剩你们了。搞不懂那些24岁结婚的女人怎么了，人家的人生对吧，有点自毁前途。你这说的，人家幸福着呢，有的幸福着呢。有时候人家就是24岁的时候遇到了自己特别对吧，特别喜欢的人。我好像睡着了一下，郭仔，要不然你踏踏实实睡啊。
你看波仔好不容易经常在吧，但是他偶尔会卡，偶尔他会没有流量，然后偶尔他又睡着了，所以他算吗？他不算常驻。史蒂芬呢是偶尔来一下，然后偶尔走了，所以我这里没有常驻的人。欢迎出六十至什么四十至六十的鸡。
锅仔，人家都是。
但这个感觉好像。